好，那你到接。这是什么？Painkillers，Painkillers 是什么？这个是我看一下哦，关门啊！关门，关门，关门。我去查一下。关一下门，很危险。这种形状的药，感觉都是很好的东西。我是看一哦。下，对，救命的药，你不拿吗？你没格子哦。可以拿。我身上超多药品。有电脑哎，不能用。帽子。上面有东西吗？没东西。没有。你们在靠海那边的车道。帮补。对啊。刚拿的那个药是止痛药，他说，就是你的脚侧在乱叫就可以吃。哎，谁开门？哼。我要出去喝水。哎，我在哪？我有点不认得了。绑普在左手边，就在路边而已。然后它旁边有一个绿色的屋子，然后右前方有那个很多个那个吊具。哎，我好像知道了。对，我在叫他。我想听到僵尸的声音。哎，我听到了。我觉得这游戏的角色动作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设计，就是我拿武器的时候，他躺着拿跟蹲着拿都有设计过，可是感觉这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为什这么要是什吃？么地方啊？好大啊！你在干嘛？外面没有人呐、啊，这样感觉外面好像有人的感觉。哎 欸，我找到这是铁锤。你到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到，我在隔壁那很大的地方，我忘了什么。隔壁红色那一小点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在哪里呀、啊？我问一下好了。我们在那个、啊、岸帮边补，的邦普啊，你岸边有一个当你邦们隔普，壁不是有一区很白，大白色，灰色啦。灰色哦哦，好，我过去那边，走吧走吧。等下，我已经往你们那边走了。等下，过去那边会有那个、哦、僵尸。哎，路正中哎，路上有只僵尸。还有僵尸，哦，康尼尔，康尼尔，哪里呀、啊？哪嗨，里呀、你的头戴那个灯，啊？哎，耶 yeah！我看到，集在合，下水，喝水，后面注意一有下僵有没有尸僵哦。尸跟来。没有，应该是没有。谁？我要站在制高点。对，哎、欸，这可以穿过去啊、哦？哦，不行，喝水。我刚看到你穿过去、欸，哎 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能喝？防补坏掉了。帮不卖掉。我帮你砍几下。好，I feel overfeed。啊！快，我们先要，人家先找过了，不用进去了。啊。我们去，走吧，我们进去主要道路那一条搜索一下。你这里都找过了吗？有一只左边，小心。这种就直接砍，趁他不注意的时候。超强！
因为拿斧头啊。对啊。我们搜寻一下吧，没东西。哦，这里都会有东西，这种吗？隔壁的工具啊，我们在楼下等吧。哎，这有一个扳手。这是你干嘛啦？这是什么啊？这样比较安全。ATLAS B Ford， 应该是枪的。我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中枪的装备吧？你有格子吗？我没格子、啊。那我来拿好了，先拿着。我看别人枪上面都装好多好多那个。插件四五个，超夸张的。狙击镜，小枪拿狙击镜，装狙击镜。对吧？你去，哎、欸，这个也要进去看吗？看能不能进去，应该是可以。你们跑太快吧？问题消失目标。不行。哦，不行，我们在。我看到。为什么你们要全力奔驰呢？不缺水。可是不是消耗饥，不会消耗饥饿度就对了。好像不会。Okay. 啊，真的吗？因为每次跑一跑就渴，不会饿。我好像吃很饱，很久没饿了。食物太多。我这边也很多啊，所以不用怕。真的超多，满满的食物。不够吃，跟我讲。不在。有尸体。剪剪剪剪剪枪。剪。我子弹，我子弹，我子弹，你拿你拿，有斧头，我要我要。直接搜刮，快快快！趁现在有水哎，可是空的，好爽哦！有枪了，太棒了！它东西都是很不错的哎，也没有了。子弹我有六发，先拿枪出来。我这边有一组子弹跟一颗子弹，然后等一下，感觉拿枪就是要第一人称了啊。我丢他身上的子弹，好啊，好爽啊！哎、欸，这种是可以装的吗？可以，是同样的，两颗是一次两个，一颗是一次一颗。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啊，你一颗应该可以装两颗一颗的进去，把它咬拿一拿。我懂你意思，就是它空的时候就可以把它装进去。嗯，啊，两颗是一次就装两颗。就比较快。我丢那个什么维他命在他身上，你们看谁要拿？因为我身上有两罐。维他命就是随时都可以吃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包包太满了。维他命，维他命是维持健康的东西。好爽哦！有拿枪感觉不一样。我们继续可以报仇了。对啊，搞完人家已经跑走了。没有，那边每次都归一堆人，好不好？而且不知道什么伺服器。我跟你讲，两个是不是都一样？那边都归很多人。是哦。狩猎。来吧。哎、欸，这几间应该也是很多的吧？对。左右都可以搜刮。我们就是搜刮过，我们不要管，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了。那间搜过了，一人搜一间。哎呦，这是胶带，胶带有用吗？不知道，目前功用是。哦、啊，你喝太饱了。哦、oh, fuck！ 我给你食物，
你应该会很饿。I'm dying of starvation， 这是什么词 ？Starvation 是什么 ？Starvation 可以吃维他命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看一下哦。食物中毒？你是食物中毒吗？应该不是吧？他是什么 ？S U F U S B？ 他说什么 ？Starving 呢？我的状态 starving 跟。对对，我状态是 starving 这样。是 starving， 那你赶快吃东西吧。我多丢一些东西给你吃。哦，跑一跑吐啊。应该水喝太多，我觉得。哦。I'm dying of starvation. Starvation 什么？这个格子不够，它自动把你衣服撕开啊。不知道。捡起来竟然是布料。还是我本来就是有东西吗？你有丢吗？那、欸、个，等一下吧。我丢了一个什么牛奶、oh, okay. 牛奶包。I see， 剩四十卡，我再给你一个好了。我身上还有很多，我再给你一个一开罐的。这都铲子哎。他今天有武器了吗？我现在有啊，那个铁锹。我还有丢一个，先等一下。你会口渴吗？现在？现在不会啊。You are already using some summer grumbling 哇，好酷哦！牛奶包什么东西？牛奶那个还蛮多的感觉，比你那个麦片。对啊，麦片超占格子的。啊，麦片又很，麦片很容易饱哎、欸，比罐头容易饱多了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有了有了掉了，一开罐的。啊、哦，很棒。这里都搜寻过了吗？哎、欸，这里进去了吗？还没，看一下。Open canter。我怎么感觉这伺服器东西好像很多哎、欸？平常都遇不到东西啊，现在随便进一间都有东西。应该是刚刷新吧。Somebody call me， 等一下哦。好。哎、欸，有斧头。大吉来，等下来拿。哎、欸，指南针哎、欸，我已经有指南针了，你们想要吗？我先拿着好了。先丢出去好了。哎、欸，热格库。Hello everybody, I'm。我在地上丢斧头，等下捡起来用啊。好，是啊。在你旁边。真的感觉好多东西哦。每一间都有啊！哎、欸，大姐，你裤子几格？几格的？四格啊！我给你裤子。我零格，我零格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我四格。我是上衣零格。我上衣给你好了。我身上有物品栏里面有上衣跟那个裤子。都还没出来，好久啊！好久。指南针也丢，看谁要拿。而且我今天看到那个啊，人家玩啊，他是有地图加指南针诶、欸。那可能是 mod 版的，就是地图，然后还有指南针，然后还有 GPS。太多东西了吧？我看到了，哎、欸、，GPS， 哦，有了斧头啊。会不会火箭炮都有？没有啊，我看到是步枪。好、哦啊，这里有裤子，六个裤，六个裤，我把它换一下好了。然后上衣，欸、指南针你不拿吗？指南针我已经有一个了。啊，是啊、哦。上衣四个的，看谁要拿。我拿，我。Power 拿，我拿裤子就好。指南针啊、哦？
谁对，等我呢？觉得不太需要哎、欸。你拿，你拿，没有啊，从那个什么背后偷袭，走不是正道的时候就需要了。好好好，你们比较常玩这个。那接受过，那接受过。常玩。对啊，我比较没有办法常玩啊。我，你说唱完要拿是吗？对啊，白这个我痴经一历过死就吗？没了。是尽量不要死啊。这个进去过了，就是那个铁门进去过了。这胶带是怎样啊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我拿一下好，搞不到时候用，可能流血的时候可以粘一下。我身上汽水多到可以开公司了，小型贩卖公司。你可以开那个贩卖机好，好，小白，你知道我等一下晚一点要出去拜拜吗？你要拜很久吗？又罐头，拜一个晚上啊，然一个后目晚前可上，以干嘛？主要不拜知一个道，晚上啊，拜一个晚上为什么拜那么久？因为新主事，大部分的庙都会拜啊。哦，是哦，对啊，圣吉良到需处要。都。Fresh 等11点多吧。哦，那没关系啊，那可以再玩一下。几点那么晚？主要拜到大概10。那僵尸个吗？僵尸队。来来来，帮忙！我两个拿斧头过来了。来。预 备。这样你砍好，我最怕会砍到你。我们有急救物品吗？啊，哎、欸，没死那个吗？为什么还不死？哦。哦，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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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、欸，有人，有人，砍！哪里啊？是人有背是包！这是我，这是我，那是啊路人，那是路人，你们砍我干嘛？啊！砍错！哪个砍是的路是人？路人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他躲进去等下，等下，我完全分不出来。等下，了。那个蹲的，那个蹲的，蹲的哪一个？我分不安全出帽，安来。全帽，安不是撬，那个没有绿没色有没安有全，斧头绿色的，安没有全斧头帽。的，有斧他头的，掉了啦，他没死有斧掉头，了。没有斧头。啊，等下我他在就。流血了，他好，在没流事没事没血。事没事。包括你有绷带吗？我跟你。我有我有我有，我包我包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要记一下我们的长相，不然我会搞混。傻我眼，刚因为你砍们到，刚跟他混在一起。我刚砍到白好玩。傻眼了，靠！好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误杀自己人，还好不是一刀毙命哦。哦，吓死呀！诶，他有子弹吗？他没有啊，他哦，东西没有很好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看一下我们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辨认的。嗯，就外套啊，背包，绿色背包，还有大吉我是是绿色系。大吉是斧头，蓝色鞋子。好，就是难看的蓝色鞋子。灰色安全帽，好。好，可以记住了。对，橘色包包啊，然后白浩伟是女生嘛，然后就这样。哎 这收过了吗？收过了啊，收吗？过了，应该收收过，过，收过了。收为什过了。么门是关的？好刺激呀、还欺负人啊！哦！3-1。而且我有枪，我刚拿太慢了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对着我这个地方开枪？我刚没开枪啊，我刚是拿斧头。有，我叫骗，他有弹孔在我前面。应该是斧头打下去是弹孔。太智障了吧！这个进去一下吗？哎、欸，这有东西啊，这里没有。前面，哎、啊，我们去喝水好了。我们资源应该很够了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颜色开始变有点灰灰的啊？哇，你刚好被僵尸咬吗？没有啊。Last time I feel completely full, full. 我吃个维他命好哎、欸，你的人物在叫嘞，我给你止了。哦，痛真的药。啊？我这里有，就刚才那个吗对啊。？Thank you, Will. 哦，你有，好，那你吃吧。
好像吃纸团像吃饼干一样，什么智障？我们缺什么啊？我们缺枪啊！那枪一定缺啊！那我们直缺接那去个吗？吧，救命药，救命的东西，就被僵尸咬了。我有药，然后没有盐水袋，没有那个点滴。啊，刚刚有医院的说。有啊，前面还有啊，我们去B 城，我说大医院 B 城的卖场隔壁。哦，没关系，来不及了。这有个小医院，等一下，等大姐。为什么我一直叫？Why？为什么感觉我要死？你现在是黑白吗？还没啊，灰灰的。啊，我再给你吃那个气水。我这里有急救包。我这丢是气什水么给问你，题啊？你气水多喝几罐，恢哦，复这的里比较有一快。罐。Drink。还有什么可以给你吃啊？一次喝完。哦，原来药有分两种，一个是治疗感染的，一个是治疗食物中毒的。难道我是食物中毒？啊，你是食物中毒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没有吧？你应该没有吃坏掉的水果吧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我如果你有吃的话，可能就死了。我看一下气啊、哦。水出现了，你要查那个字是吗？对，我记起急救包里面东西很好吗？我还没看过，用过哎。我等下去看。我先过去好了。这里有一包完整的急救包，在医院里。哎、啊，我身上也有一包。哦，没有啊，那个是二饥二，看一下。饥二哦，挨饿死。哎、欸，八号位，你验一下血。我给你那个验血了，丢地上。哎，你们在哪里啊？直走有一个医院，正前方。直走，不红是砖。哦。哦，红砖的是吗？Hello，听得到吗？有啊，有声音。有方向，前面。哦，看到，看到，看到，这个是医院啊？对啊，小型诊所。诊所。这看起来像餐厅诶。发 明就是餐厅吧。这八 号位，餐你厅是血型是什么？我还没看到那个还啊。没捡到。诶，急救包。然后这什么电话？可以如果打电话。你是 O 型的话，就可以输血，因为我这角色是 O 型。哪里？还有血型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又在叫，是不是？你有什么状态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是 stupid，什吃么、啊、饱。那个？我用了绷带，然后吃了止痛药，然后我是 A 姐。啊，那不行了。哪里那可以看啊？我先放，要有那个验的，是验血哦，的，测血的。哦，酷哦，还有血型是医疗包里面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医疗包哎，又是我身上有的，我刚刚有带一个。为什么又在叫了？因为我这里还有一包，如果有的话就拿。你先丢地上，我看一下。啊，那个包包里那边有酒精吗？酒精没有，我丢了，有看到吗？快没啊，一有，样的。里面没有那个。中间，医疗包里面中下那个可以抽血。那左上跟中上嘞，绷带绷带啊。然后右上那个是净水剂，可是目前啊，那不知绷道带要怎跟么用。布跟用布一般的布有差吗？一样啊。哦，测医不疗包出，还是拿到？不知道哪个比较好止血，应该是绷带。一定是绷带对啊，所以如果有绷带就用绷带。绷带其实啊！啊！超多的。大井的人还在叫吗？不知道，有时候叫的时候没叫，我现这在边还有没止叫。痛药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够好。
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看一下啊。在这边。看一下地图。这个地方我之前好像有来过。哦，我知道走哪了，走这里，走这里。要出去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下去。你在公寓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公寓要不要搜一下？我们有去过公寓，东西很少公寓东西很少。好吧，我之前有去过，几乎没有什么东西。是不是我在叫啊？红是你在叫你刚被我砍啊！对啦，你刚被我砍啦。那止痛药，止痛药给你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那个维他命也给你好了，你都吃。然后还有一瓶汽水，配汽水喝。啊！我有汽水，我有汽水，我先。那、啊、你先给我了，我只有一瓶。都丢了。太多。我为什么要丢带这个？我刚也把急救箱带着了，急救箱不需要带。我之后发现啊，背包就是背包里面又放背包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把道具放在背包里面的背包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没意义啊。就是你可以多带一个背包，只是里面的东西很麻烦呢、啊。就是如果要给人的话，就可以带了。就是止痛药，对吧、啊？我要观察一下附近的人。我包包没个了，我丢出来了。好啊。那个急救箱、急救包就不要拿了。那针是空的吗？那个针目前没有作用目前不知道用在哪里。那我把急救包也拿出来了，绷带收起来就好。对啊，不用占格局。止痛药你不拿、哦？我给你啊，我包包几乎没格子了。好，走吧。左边跟这边有两间可以调查，右边这里还有左边那间，我先调查右边的。没东西。没东西，走吧。No one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吗？前往机场的路了。走。我又在乱叫了。他在召集点，傻眼。人物的那个尸体是十分钟消失，所以如果要救道具的话，就是把道具拿出来丢地上。哦，那道具不会消失啊，除非刷新。对，目前的资讯是这样。所以就是你也快死了，赶快去一个房间，然后丢在里面就对了。对啊。可是通常你不会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混到。然后你有在看地图吗？很少哦，我想一下，我们要怎么，我们要走哪条绕后面？我看一下。我们先停一下好了。我们现在的岔路是在。我给你数据好了，我们现在是在12649。12649是我们的位置。怎么看12649？你画出纸在上面，那个下面有坐标。纸在上面啦、啊。然后下面有显示坐标。啊、有有有。在这边，那我们。要绕的话，从海岸线绕。
通海岸线道吗？